在我上回研究出怎么加速透明史莱姆的小跑，在那个影片看到有一个留言，看到很神奇，所以我今天要来试看看。所以我就先倒 15cc 的白滚水，加 30cc 的硼砂水，这个硼砂水是 2% 的硼砂水。再来，我倒一个胶水，倒到差不多多，所以就是差不多 45cc 左右，啊，别把它拉，稍微放一下。外口稍微变硬以后呢，把内底离合破。把内底胶水嘛去混着硼砂水，放一段时间以后，感觉差不多，就通摕出来啊。哇，真正已经是透明的史莱姆啊！